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。今天，那，干嘛？今天我是主角，我是黛西。那我呢？摄影师啊。今天我当摄影师。对。所以今天全部都你夹。没错。好吧，那我就看看今天你能够夹到什么东西吧。Go。讲话。我哑巴啦。你就看得懂了吧？两拍下管。对啊。啊。哦，错。差一点点。一。这玩意超级薄哎。对啊。你这个。哦。够薄哦。你全包试看看。全包让它卡爪丢吗？对啊。卡爪外带吗？对。那我这样子不要。要甩啊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加前面。好啊，你加前面那个。加史努比。它有含奶比较轻一点，然后瓦片超级薄哦。好啊，看你合不合意，再靠动一点啊。啊，超级薄了吧？哦，超级薄，它没有丢。我要靠动了，看你不会啊。哦，大好机会哦！就捏前面一点点啊，再靠洞口一点。啊！它被我顶到下去。出。破你的头啊！2020跨年小月之，要是日志，它是月志，能够这么小本。哎，如果我不是夹到它，我觉得你等一下会夹别的东西出来。没关系啊，差不多的事情。哎，看我的厉害哦！欸，有机会，有这样有机会了。扣到那个机架吗？对啊。啊！出啊！拜拜。全部都被我丢到后面去嘞。还主要谢谢黛西帮忙摆好了。所以呢？看你啊，你要。如果我加这个还比较有机会。来试试看啊。好。这小面包吧。有机会，要捏，要捏哦。再玩一点手。今天没有创意，创意。哎。所以嘞。再试看看哦。哦。你就不像了。哎，啊，这个二手会延迟啊！怪我呢。哎，你不要给要拆台呢。多到台子哦。你多到那个杆子啦。出个小东西不用插太多。下次直接转型成跳舞频道。
什么里面会有一个这个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应该乱放的吧？那是小皮包。对啊。你选哪一只好呢？夹那个门口的公主吧。对啊，两只我觉得都可以的。哦，用捏的。就是头大身体小。对啊。出。哎呀。捏薄还可以的。我刚刚是这样勾着它上来。夹上面那一只啊。对啊。靠洞口一点。这里啊。对啊。哦，机会来了，轻轻捏哦。靠洞口，靠洞口，二甩两拍捏。收，出。哇。公主，她不知道是什么公主。反正就是公主。哦，你在讲哪一个？你靠洞口那一个啊。哦，我刚才是对洞口。那你要再靠洞口一点。直上直下好咯。这边直上直下都是。真的欸，那只是什么绿色的？我不知道啊。他好像在吃小黄瓜欸。他在比中指吧。哦，你拉上来了一点。这只是好的欸。他顶到就收爪。对啊。哎呦，翻的吗？不行。不能哦。抽的。哎呦呦呦呦呦！那怎么办？就是两拍过去摔打。我看我会不会摔打？有啊，用抽的。你不要又把它丢回去哦。你最常干这种事。哎呦，有过来一点点哦。请问是在跳舞还是在复健？遥控车，那吉普车欸。对啊。十块又出一个，傻眼。那是无线充电板欸。是哦。对啊。你顶到了。夹两个就好了，我们夹到一个无线充电板跟一个蓝牙喇叭。傻眼，好爽酥。又到了开
近的抽奖时间，今天要来抽这部影片的大下扇啦！恭喜刘家祥抽中大下扇，请私信粉专给我们联络方式。最后提醒大家，天气变凉了，要注意保暖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留言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